子邦尼呢，也是一组非常有才华的音乐双人组合，他们的音乐呢都非常的有一种特殊的风格。来，我们请他们自己介绍，跟大家问候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原子邦尼，我是渣渣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雨辰。好，渣渣跟雨辰今天来到我们微风之夜，这不是一个音乐的场合啊，今天是为了什么而来呢？跟我们分享一下。今天我们是穿搭是 Osense 啊，也是 Osense， 好吧 ，Osense 真的下成本了哈，来了那么多组，然后呢，对这品牌有什么认识或喜爱，跟我们分享一下。其实因为我们之前就很喜欢这种英文风，然后我们之前的 MV 都有他们的赞助，然后有甚至我们也有自己去买，原来如此。他们的衣服有那种末日生存者 ，OK， 末日生存者，对，所以穿上他们的衣服就会有一种强悍，对，那种力量感，很有个性的感觉，对不对？英国的知名品牌，所以呢 ，MV 也穿，自己也是粉丝来的，对不对？好，期待你们今天呢也会在会位跟大家交流喽，是不是？好，谢谢大家啊，我们这两位非常优秀音乐人一定要拍一下。